飘过。但是你如果在九点去都没有，大概八点。你在看后面，你别看后面，看前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搭肩你干什么？哎，我一般没这样。哦，要搭肩的，我来，你搭肩的。好的，好的。他都不知道，还问你，姐姐不陪伴。我有点怕床了。那你床就好些，不是？一样的动作，他不才更不怕。你应该秀气。以后姐姐练唱歌啦。她就是到多少人？姐姐的那个声音，小时候声音很洪亮，很清亮，清亮。也现在很开心啊，好像比较适合一个八家唱。不啦，你是适合唱歌的啦。阿姨，她跳舞，她唱歌的，她滚跑的多了。好狠的父母，婚礼上还这样放，一定会笑到自己翻掉。然后我们新娘就昏倒，然后那个男的就说婚礼无限期延长。自己笑到昏倒。我皮肤无吧，你体质较成焦虑的，你那是怕昏倒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好漂亮啊！姐姐可以做漂亮的吗？姐姐要漂亮，漂亮一点，做漂亮一点。哈哈哈哈哈！还可以教他那个国际十八响啊！对啊，他的那个十八响，我打这些都那么厉害呢。跳过了，终于跳两秒钟，跳过了，跳过去，跳过了，跳过去，跳过了，跳过去。有了，终于有了，长了七个月，七个月。跳过去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好，换阿姨的，阿姨找到了。